要介绍的是我们在那个 Live Rest 商店里面所购来的那个战利品。早上是介绍那个他咖啡 shop 里面的，那现在我们就来介绍那个我们在他商店买的东西。这一个呢，熊大是在那边买的，跟台湾比起来真的差很多，买了这样大概台币900出头，还蛮便宜的。还有这一个也很可爱，噔噔。然后这一个沙粒的啊，就是让我非常的就是很想要，因为它打开来是那个一个可以当化妆包也可以当盥洗包的东西，这一个好像折合台币600-700，而且重头是它黄色的，我好喜欢哦。然后我觉得重头戏是要介绍这一个，它是一个罐头，我原本以为它是吃的，但是不是，我现在把它打开来咯。它有附一个这个开罐器，然后从这边呢敲开来，很轻易的就可以敲开了。噔噔，它不是吃的东西，它是一个玩偶，很可爱吧？嗯。然后呢，另外我们还有在那边买了它的巧克力，它有很多种口味哦，还有雷纳德。这边带的商品里面，雷纳德的商品很少，好伤心哦，有点小失望。然后这也有他的明信片，明信片还蛮便宜的，这样子的话大概500韩元而已。还蛮多图案的，我选了这两个图案，这个很有情人节的感觉吧。那今天就介绍这边咯，拜拜。